耶，你玩鸡肉隔离好啦。啊。这是二姐。二姐，哎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刚刚我们是到的嫂子他们家的三姐家里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到了二姐家来了。今天准备到二姐家吃中饭。二姐夫，好吧。好。你做饭嘛，就是点肉嘛。你身家第一嘛。他搁这边嘛，搁那还吃饭。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你看这，那我先吃什么？先吃。好，上上。好。他不是那个长鲁迅写那个大金钟，不是来做了。嗯。二十四。而且还有，这个也很好吃。昨就已经长成疯子了嘛？好，你就是真了，二十四差不多了，要飞出来些。他也可以吃，够香，都可以吃，高蛋白物。嗯，好香，啊，真是好好吃啊！我们在姐夫的这个茶园里面，他有100亩的茶园，这可算是茶叶大户了。就是这靠，他也喝到水了。那不晓得。你说话就是单独啊。可以啊，咱们就这回写，全哪个哪个回。我说椰子飞写。然后就椰子熟些。啊，然后来拍摄哈。啊，那边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这份。要吃这种单株。什么叫单株哈？他这个名不晓得喊什么，在写上不一样，喊他的一名。哦。这个一哈，他比我大多了。哦。那椰子形状也不一样啊。形状不一样，它的刺不一样。嗯。这就是二号，然后就熟些。哦，十六还是椰子熟些。它生也是生些。这个地方才好吃，好香，花香些。哦。还有包子。还有包子。还有包子。嗯。姐夫说这个鲜叶就直接可以这样吃，但是呢，变这个咖啡碱重了一点，有点苦涩。如果是清明前的，它就会有一点甜味。回甘啊，这是红茶，黄金茶做的红茶。
先尝一下，给你泡。好的，让我来试一下这个红茶。有点甜味啊，花门香。花门香是你来到这里一点香。你刚花门香，你口里就有那种感觉，想起来。主要就是巴赫啊，泽尔哈。这就是6000块钱一斤的巴赫黄金茶，现烤的红茶，刚烤好了，现在准备出炉了。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哇，新鲜现烤出来的红茶。要做干炸也得有点甜味。没就没得咋个干就弄。之前只知道这位二姐服是茶农，这次见面才发现她是位能人。虽然他们的房子没有墙漆，但是是她自己建造的。虽然她是一位普通的苗乡汉子，但是她会种茶，还能制茶。虽然她的品茶室很简陋，但是陋室有茶香。听嫂子说，以前吃不饱饭，没人有闲情逸致去品茶，现在生活好了，我们家乡的黄金茶才被大家追捧。回家的路上看到路边有人在收茶农的鲜叶，有产业真好，希望大家都撸起袖子加油干吧。